传说记载，魔王拥有一粒宝石，可以实现3个愿望。出奇蛋咩？所以只要得到呢粒宝石，咁我就可以翻到香港。嗱，边个打到魔王，个愿望就属于边个啦。就系咁，我就留咗喺呢一个现世界里。有医报怨，俾啲力佢，麻麻。哎呀！哎，唔玩啦！你唔够我打噶啦！你翻乜鬼香港啊？留喺度仲好啦，手游好好玩噶。但我要翻屋企啊！哦 ，Game Over！ 佢叫你唔好放弃啊，使用你嘅绝招啦！哦，我明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，请帮忙点个喜欢、订阅或是分享哦。如果有什么想看的类型，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